得上好性。切！要你要人人路性打蛋打。跟我们印象中的样子不一样，看起来特别像小。这个问题，那是因为你们的既定印象总是觉得我们一定是非常有气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神可以化作千种万种样子，就像你们同一个年龄的人也不会都长得一样，对吗？但那个都是我啊。事发生是我陪朋友去一个庙拜拜，然后那天刚好是一个静坐的活动。那我那天没有多想，我想说最近心有点烦，那我也做做看好了。对，结果那次做了之后，就身体不受控制的摇晃非常大，对，然后就发现自己怎么会这样子。然后之后那天之后呢，就有去寻求很多老师啊，就去问说为什么会这样。那老师就是跟我讲说，你就是一个灵修者，那你就原来我的主神是九天玄女。Mm-hmm.